可以看一下我的云端硬碟有一个 PDF 档，啊，那这 PDF 档我先打开来，点两下，它可以预览 PDF， 哇，这上面的字好多，啊，有没有字好多？那我们来看一下，可不可以把里面的字解析出来，啊，那这个字怎么解析？一样哦 ，PDF 档按右键选择开启工具 ，Google 文件。好，你看哦 ，PDF 要用 Google 文件打开来。它会变成什么样子？先看一下，全都变文字了，全都有文字了，只是当然它那个表格会乱掉，它的表格会乱掉。但是各位你看，什么龙林渔牧业啊、桃园市住宿和餐饮的，它的文字全抓下来了，啊。当然它的排版方式会差很多，哦，跟你的 PDF 档会差很多，因为你的 PDF 档长这样子，哎，跑到哪里去？这里，哦，当然是排得整整齐齐的，但是你转成文件，至少所要的文字都在。你看农林渔牧业、桃园市住宿和餐饮业，你可以看这里，哦，这里。农林渔牧业、桃园市住宿和餐饮，有没有？就是这里的文字，都变成可以编辑的文字了，可以吗？好，所以那个 PDF 你有兴趣可以试试看。好。